姐姐这就带你回去。嗯。你要小恐龙啊？什么？给你，给你。是这个，好玩吗？好玩。哎，你看，特别逗，你看。碰到了。嗯。这个人真是气死我了，比我还能说。晴晴哥哥。哥哥，走啊，跟小朋友跳舞去。我不会跳舞。姐姐，我们姐姐，来吧，会跳舞。小朋友的舞随意发挥。好，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扭一扭。那位是秦先生，也是捐助人。他说他的朋友不染是位优秀的空间设计师，说想帮咱们改建呢出点主意。哼，果然院长不是什么人的话都能相信的。哎，你也别老把人想得那么坏。这个布小姐一看就不会带孩子，但是她今天呢没有拒绝一个孩子的要求，还主动帮助孩子，陪他们玩。你看，你看，孩子们都喜欢他。你看他跳铜舞那个敷衍的样子，连小朋友都不如，能懂什么小朋友的心思？哎呀，你说什么呢？走了，走了。喂，老板，我调查到易华已经表示要和泰勒合作了。知道合作的是什么项目吗？暂时还不知道。易华的项目一直饱受诟病，要说服泰勒这样的大师合作一定不是普通的商业项目。啊，另外还有个发现，不然因为得罪泰勒而在毕业前夕被学院除名了。他那么难缠又讨人厌，得罪导师有什么奇怪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了解清楚易华跟泰勒合作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好。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吗？不怕被你奶奶看见知道你整天在干嘛？和泰勒那边联络有时差，起晚了。闻闻你身上酒气啊，幸亏没被你奶奶看见，赶紧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知道了。哎，对了，泰勒那边有回复了吗？啊，泰勒说还有其他本地公司也在联络他，而且对他作品的解读非常专业，他需要时间考虑。我们艺华想合作的人，谁敢跟我们接活？我才是陆森阳，顾染不是接近他吗？很有可能帮他解读了泰勒的设计思维，陆森阳说到泰勒心里去了，很心得通。偏偏你奶奶不让我们干涉顾染，不过我有办法治他。爸，你有什么办法？福月哥，我有眼线。顾染不是搬到陆森阳隔壁了吗？而且租期很短，咱们可以把那套房子买下来。隔壁房东，我们打过交道，聊得来。你电钻要再不听，我投诉你。大哥，你家没表吗？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就做个手入两提箱，很快完事。我不管，我要睡觉。你说不行就不行。你是我老板还是房东啊？这抗议都到家门口来了，正好让你看看我的新作。哎，您是顾小姐吧？我是，您找我什么事儿吗？是这样，房东委托我们呢卖掉这套房子，我是来跟您打个招呼。我才刚租下来。当然了，如果您要是愿意立刻搬走的话，房东不仅会退还您所有的租金，还会支付您3倍的违约金。您要是不愿意的话，按照合同，您可能只能拿到剩余的租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房东说有人出了特别好的条件，要把这套房子买下来。对不起，没能帮到你。不关你事。顾小姐，要不你还是搬了吧，房东等着我回信呢。这房子要卖吗？是的，先生，不过已经有人预定了。我出5个点的中介费，你说服房东卖给我。5个点，我一定尽快说服房东，你等我的好消息。刚说什么来着？我是你老板还是你房东？看来很快我就要成为你的房东了。你就这么想赶我走？大概吧。那我会要求赔偿的。那也是前房东的事儿。那你就真等买了再来显摆。Hey, Mr. Taylor.Have you made your decision yet? Yes, Mr. Lu. The sincerity of Ping Shan impressed me more than Yihua. I'm going to have a coffee with you in China. I heard you have a great passion about coffee. I can't wait for you to share it. I will book the nearest flight for you. 我已经联系了泰勒老师，你是他的学生，应该知道他是公认的优秀设计师。福利院的事情，你可以死心了吧。是出了点岔子，但是你不用担心，我还要勤工俭学的嘛。而且这一学期泰勒教授肯带我做项目了。嗯，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要上去交设计稿了。
OK. Buran, I know you're having big problems about your student loan, right? And yeah.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because I will make special recommendation for you. And you have scholarship for my department. Huh? How about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do my very best. Actually, your family has always carried favor with me, and your uncle also helped me to have an exhibition in China. I know they're not very nice to you. I promise him, if you are be my girl, and they won't give you a hard time. Now let me see your shape, okay? So I can see a few words of my recommendation. 猥琐油腻男，你惹错人了。 What's that? I said, you have a little too much echo. Go take a shower first, and I will wait for you here. Okay.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Take off your coat. I will.找国外顶级的设计师，一定有你的考量。但是岑阳啊，福利院的孩子们已经缺失了太多的爱，在他们住的地方，要让他们更有家的感觉。我明白，这也是我爸爸建设这所福利院的初衷。虽然跟他比，我还差得很远，但我会尽我所能，不会让用心不纯的人参与进来的。哼，你是说？ 布小姐吧，她早就放弃了。布小姐很热心，说就算我们不用她的设计，也可以从她的思路参考。我看单凭这份用心和真诚，她挺合适的。院长，你也知道，我不会无缘无故的防备一个人的。 我知道，你在商场打拼，见惯了很多的恶人，但是在福利院不一样啊。我没少见到善良的眼神，眼神的干净不干净，是伪装不了的。嗯，你呀，去聊两句吧，我先进教室等你。 真是阴魂不散啊！来的挺勤啊！我，哎，属狗的你啊！是我的血，我的腿部。 三岁小孩叫的都没你大声，说话还挺专业。福利院的孩子多。 年长的孩子学点护理技能是应该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自己锤炼得如此的厚颜无耻。
我已经三番两次的跟你说过了，这里不需要你，你硬是要闯进来。对，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是顽强无趣，但在别人看来……打住！我现在不想听你评价我，要不是给你画图，你一句两句三句，你当自己上公安课？我知道你打算用泰勒，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改建是招标制的，你面临的对手很多，就算有了泰勒，你也不一定能稳赢。但是多了我一个助力，可以增加你的赢面。就凭你啊？凭我怎么了？我知道你在防卫我，还一直用刻薄的语气打压我的积极性，确实很成功。我在某一刻确实想过要走人，但是之所以现在你还能在这儿看到我，是因为我坚信孩子们最清楚哪位设计师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就这一次，不管最后你会不会用我的作品，让我也尽一份力。你知道有多少别有用心的公司打福利院改建的主意？这里的每个孩子的情感都很纯洁又脆弱，容不得一丝杂质。我不会允许他们参与进来，更不会对你破例。你休息一会儿，自己回去，别让我赶你，否则当邻居得多尴尬。你还知道我是你邻居啊？那你更是我的租客，我可以随时赶你走。把东西收拾好。喂，姐姐，你怎么在这里？是受伤了吗？没事的，姐姐受了一点小伤。给你棒棒糖，它是有魔法的，我不能吃，把魔法给你，你快点好起来哦。谢谢豆花，有你的安慰，姐姐的心情一下就好了。你是不是和陆叔叔吵架了呀？陆叔叔？这个陆叔叔是不是你见过最凶最讨厌的叔叔？才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守护神。小孩子可不能吹牛啊。真的，院长说他管很大的企业，非常忙，但再忙也会记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日，送我们写在许愿卡上的礼物，了解每个人的爱好，还会请最好的老师来给我们上兴趣课呢。他是最棒的叔叔。姐姐，你不要生陆叔叔的气了。说到底，他也是为了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你叫秦寻，海龟，怎么会看中我这家偏僻的小店？还算合眼缘。你看上这里什么了？我妈之前跟我说过，我爸生前心烦的时候最爱来您这喝一杯。我的朋友里没有姓秦的。我跟我妈姓的，我爸姓陆。我这里白天卖咖啡，你行吗？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咖啡师叫出来切磋一下。老许。哎，岑阳，今天怎么有空啊？马上要跟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大咖合作了，对方是个咖啡发烧友，想着找点共同话题，就找你临时抱佛脚。巧了，我这儿啊刚来一个新人，自诩冲咖啡很牛。秦寻，想喝什么吩咐他。好，你忙。我们之前在福利院见过，你跟不然一起的。陆总好记性啊，想喝什么咖啡？你最拿手。这是我最拿手的特调，
提醒，不知陆总是否有胆尝试。忘了告诉陆总了，国外的人都喜欢喝各式各样的特调，特别是有故事的那种。故事呢？只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的故事，没什么可讲的。咖啡不错，故事一般。陆总觉得这个故事一般，是因为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吗？曾经完美，我爸把我从福利院领回家以后，尽可能地弥补了我缺失的关爱。听起来你爸对你挺不错的。下次记得提前把故事编好。你早就识破我了，为什么还要喝那口？你是不满我对不染的态度，才故意捉弄我的吧？你是她男朋友？是朋友。哦，备胎啊，难怪。我很好奇，陆总就没有纯粹对一个人好过吗？还是说陆总对别人好都是带有目的的，所以看别人也是这样？他租的房子我已经买下了，但我并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你猜我的好意是纯粹的，还是别有用心？Hi, baby. What's going on with Tater? He stood you up?真会挑时间，大忙人。跟你说件好事，明天我就要在老伙计 pub 上班了。恭喜你找到新工作呀，无业游民，我有新地方能蹭蹭喝了。还有件关于泰勒的事情想问听。你说。泰勒今天的小女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泰勒要放弃跟她约会，明天就要来中国。明天就到。我之前打听到易家请他花了重金，看来这次易华对福利院的改建是势在必得。可是陆晨阳今天才来我应聘的酒吧学做咖啡，看样子是为了接待泰勒而做准备。而且我调查了一下，泰勒下榻的酒店正是品上的协议酒店。泰勒怎么会放弃易华这种大蛋糕，转投品上这种后起之秀呢？不对，这中间一定有诈。你让陆岑阳吃自亏也好，人没摔跤之前怎么知道陆华呢？他摔得屁股疼了才能知道谁会扶他。听我的，这事别掺和，沉住气，咱们看戏。院长说他管很大的企业，非常忙，但再忙也会记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日，送我们写在许愿卡上的礼物，了解每个人的爱好，会请最好的老师来给我们上兴趣课，他是最棒的叔叔。陆岑阳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清高自大，说话欠揍，但他是福利院孩子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保障。要是让泰勒这种人来搞设计，那么孩子们梦想的家园就全都毁了。帮陆岑阳就是帮孩子们。如果是易家在算计他呢？谁让我和福利院的孩子们是朋友呢？你帮我查一下，泰勒明天什么时候到？给陆岑阳准备的大礼包已经送达。好，陆岑阳不是喜欢抢吗？抢了福月阁的房子，还要抢福院的项目，这次就让他抢。
不爽啊。This project is not just for adults, it is also for the children. 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isn't only stay on the idea level, it's gonna be everywhere of my design. And I think the kid will like this, the children will love this.At this point, if we continually further this idea... You set fire to my home? You accused me in public, huh? Do you know why I'm so powerful? Because I create the beauty, the fascinating the world. I am a genius!好奔赴的那